你看见我了，你救过我，我还一直没跟你道谢。我定义不喜欢欠人，谢谢。丁义，那些我都不在乎，我来就是想跟你解释清楚。没错，我当日的确是奉了我爹的命令，上蜀山接近你，但更多的原因。 是我想见你。从小到大，我的脑海里只有报仇两个字，我的心里只有恨。我从来都不知道何为情，何为爱，直到我遇见你，和你在一起的日子，我渐渐体会到什么是快乐。 是你让我知道什么是爱，爱一个人是什么滋味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哪怕你不相信我，我也想告诉你，我爱你。可以原谅我吗？我可以原谅你。 为了蜀山，为了天下，你一定不能输给吃过食的。我知道你心里还是忘不了玉姑娘，我会给。
给你时间的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一定会等你的。